丫丫和香香是关系亲密的好姐妹，虽然是姐妹，但两人的个性却是天壤之别。工作上，对，达尔伙伴现在手上有一份企划案要跑，有哪一位伙伴愿意主动帮忙呢？是老板，请让我接手这份企划案。很好，香香伙伴，下周一交给客户没问题吧？有问题，我这周五就可以交出来了。优秀，卓越。我们公司的宗旨是什么？主动、积极、安静。老板，我马上开始准备。辛苦了，达尔伙伴与你同在。好了，这边有一份资料需要影印两份，有谁可以帮忙啊？丫丫伙伴。啊，肚子好痛，完了。别装了，你刚从厕所回来吧？这份资料明天印完放在办公室。明天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各位伙伴没事早点回家，达尔伙伴我呢开始打高尔夫球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再见。哎呀呀，你这份资料不赶快去印吗？我会印啊。你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吗？我会做啊。可是你根本没有动啊。哎呀，你不要看我什么都没做，所有的事情明天就会处理好啦。面对感情，香香和丫丫的个性也不同。你要跟我交往，试问你的筹码是什么？今年30岁，有车有房，妈妈当房东，爸爸炒股票。又是你公司的组长，反问你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？有道理，我们一起工作到退休，薪水拿2份，退休金拿2份，在公司内部就好交易。好，我们就交往吧。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我要房子一半的产权。我把车子直接过户给你。成交。拜托拜托，请你当我女朋友好不好？要怎么拒绝她比较好？什么？要答应我吗？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明天再说好不好？啊？为什么要等明天啊？就先放着吧，明天就处理好了啦。啊，听不懂。明天再拒绝你啦。两姐妹的个性大不同，香香主张积极快速的完成任何事，丫丫从向任何事明天都会处理好。喂，快递包裹吗？我在家，你们什么时候到？几点几分？你有权问我几点在家，我也有权问你几点到吧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喂，包裹。我不在家哎，还是你们明天送来？明天几点哦？我不确定哎。明天要送来再说吧，明天就会处理好的。就连玩游戏心态也不同。生产一颗钻石需要2小时，使用50颗钻石可以加速2天的生产时间。再多盖一间采矿厂需要耗时1天，不过每小时会再多生产一颗钻石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必须好好考虑啊。怎么累积这么多钻石可以抽卡？哦，是前天的我交给昨天的我处理，昨天的我再交给今天的我处理。好，我不让大家失望的，抽卡！哇，是格雷尔哎，好美哦！要是能再抽到他姐姐莫莉安就好喽。明天再处理就好了，休息喽。丫丫，你这样做事真的太没有效率了。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不做的事情，明天还是得做啊。啊？不用啊。啊？明天的事，明天就处理好啊。但你今天做了，明天就不用做了、啊。我今天不做，明天还是不用做啊。啊？嗯？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明天是一个人的名字吗？就像玩游戏也是啊，我每天花时间解任务、采收资源，规划好日程，什么时候打副本，什么时候推主线，这样才有效率，不是吗？可是，就算我放在旁边什么都不做，明天也会处理好啊。什么？老板吩咐我要印的资料，我睡一觉起来就印好了。跟我告白的男生，隔天也已经被我拒绝了。就连包裹我已经拿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没看到你做啊！我说啦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明天就会处理好啊。我，啊？怎么敢弄这种事？
在放置英雄伊瑞卡世界中就有可能哦。3D 视觉型放置 CRPG， 一个充满奇幻冒险的世界，随时上线收获满满资源，随玩随停超轻松。在冒险中会结识超多可爱又美丽的伙伴，外冷内热的冰雪之灵，古灵精怪的时光之主，终于誓言的女骑士苍穹之枪，来和我一起踏上轻松又刺激的冒险之旅吧！即使放置在一边，也能获取钻石、金币、武器等资源哦。听起来好像真的很好玩哎！真正厉害的人不只要积极做事，还要懂得运用时间啦。现在你清楚了吧，姐姐？或者我应该叫你莫莉安？什么？莫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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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这腐朽的世界在我怒火中毁灭吧！好久不见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会找到你的，姐姐。怎么，真的以为你自己是王冠继承人吗？不，姐姐，在我心中你才是真正的王冠继承人。同情我？但现在傲慢又偏激的人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亲自打败你，让你变回曾经善良的天才魔法师的。我不会回去，你也不会打败我的。呀！是格雷尔哎，好美哦！要是能再抽到他姐姐莫莉安就好喽。嗯，明天再处理就好了，休息喽。丫丫，你这样做事真的太没有效率了。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不做的事情，明天还是得做啊。好，不用啊。啊，明天的事明天就处理好啊。但你今天做了，明天就不用做了。我今天不做，明天还是不用做啊。我这段是不是演过啊？你到底玩什么？享受放置也能快速练的冒险，就来放置英雄伊瑞卡吧！9月23日盛大公开，进入游戏就送10连抽，首抽必中五星英雄，快点抢先预约下载。放置英雄伊瑞卡，事前预约中。丫丫伙伴，好可怕！中邪，交杯！现在你清楚了吧？姐姐，或者太丢脸了啦！好丢脸哦！好丢脸哦！给我一杯红酒。好丢脸！我需要红酒。什么？不是，你还没开始就先爆了？你先笑什么？你不能笑，我在看什么？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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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。杨东。I'm not Moria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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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ian。好，这个过了。屁。什么？哦，根本不是我问题。我手很酸。对不起。想一些悲伤的事。好尴尬，你们不要看我了。让这腐朽的世界在我们毁灭中吧。对不起。毁灭中吧。刚李俊杰说。走。屁，你来。谁呀？乱搞快！1、2、3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可以啊。屁！哇哇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很适合让你看。哎，他这是他那个神奇的那个。你是因为我不能吃香，我放其他方法都在你那边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哎，香香，你朋友怎么都不讲？哦，他叫 Gary 啦。嗨。为什么是男生的名字啊？对啊。哎，那你要不要吃丝瓜蛤蜊啊？我用的很好吃哦。嗯。哎，怎么还没熟啊？他说他想自己先在旁边。影片结束啦！希望影片记得按赞加分享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。